So far 而家都我見到佢哋都話笑得幾開心嘅，即係呢個都好嘅，即係證明我哋當日花啲心機係真係冇白費到。咁當然啦，好多嘻嘻啊，好多情節啊，佢哋都係會係幾深刻咯喺佢哋心目中。咁係開心嘅。見你做訪問都話為咗套劇染髮染到三十多。是為了這套劇，所以我染了白髮，真的是大家都看到是挺辛苦的，而且但現在看到 SoFar 的觀眾說，哇，看到今次是很不同的張震朗，即是有一個新的張震朗的時候，我是覺得 很值得的，所以是即是我秉承我每一次拍劇就是要付出所有東西去做，我覺得觀眾他們會感受到。哦，就可能是沖涼都要穿樽領咯，即係調翻轉啊嘛，即係冇得除噶啦，已經除盡噶。咁啊，但係我有一樣嘢認真嘅就係都想即係拍翻啲認真少少嘅劇啦。咁因為我都嚟緊都有啲搞笑嘅戲會出，咁所以咧，咁所以都希望嚟緊嗰套劇集可以認真翻少少嘅，玩啲唔同嘅感覺俾觀眾。